这个今天的进度是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，就是出埃及记结束就对了哈。今天会就出埃及记，来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讲过了哈，是这个整个旧约里面在第二本这边啊，这里出埃及记。那出埃及记我们讲过了哈，它第一章到第十三章还在埃及，然后呢第13章的下。88就是在出埃及这个途中，一直到19章就到西乃山了，然后呢就停在西乃山，一停圣经就停了53章，都在这个地方没有动啊。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，那出埃及记从第20章已经到西乃山以后，他们到底在那干什么啊？在西乃山干什么？从19章一到40章。这么长时间，他们呢在那边颁布律法，就是神把诫命给他，然后又把诫命打破，又再重新给他一次，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做这些事情。那这个诫命这么多章的在这边诫命在那边什么诫命呢？就是这些，给他们一个道德律十诫，然后给他一些民法，其他的呢？从24章一直到31章，一共有7章，在那边干什么啊？在那边叫他们做会幕，哦，做会幕。所以你这边你会看到叫他们怎么样做会幕，然后做完以后，这个是上帝跟他说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怎么做。做完以后，后面那个摩西下来以后，告诉那百姓，但百姓呢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所以你听得懂意思吗？这里圣经有两个重复，第一个是上帝叫摩西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，然后后面呢从35章开始一直到39章，就是他们就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。所以两段圣经是一样的，你们回去看就知道了哈。好，那这个中间叫他们做什么东西呢？来做会幕，会幕又叫做帐幕，又叫做圣所，又叫做耶和华的帐幕，又叫做神的殿。这个帐幕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。所以上帝叫摩西下去呢，就是做这个。那里面很多东西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哈。第一个，这个是外院，这个是内院。外院里面呢有两个东西，就是这两个，一个铜祭坛。一个洗濯盆，就两个。那内院呢？这个内院包括圣所跟至圣所两个。那至圣所里面呢，只有一个约柜。圣所里面呢，有三个东西，一个是金香炉，一个陈设桌，一个金灯台。整个就是这些东西。上帝叫摩西怎么做这些东西，所以。整个出埃及记后面就是写做这些东西，怎么做，所以你会看得很烦，看不懂嘛，也没用嘛，但是就是知道在做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大来看哈，来外院里面，这就是外院，它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这个燔祭坛，那个坛。一个是洗濯盆，就这两个啊，这个铜祭坛，这个洗濯盆，就是让摩西跟他的儿子洗手的。好，这就是外院啊。好，内院呢又分成至圣所跟圣所。至圣所里面呢有什么东西？至圣所就在这里，它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什么？约柜，就是这样，约柜样子就是这样子啊。好。那圣所呢？有三个东西，圣所在哪里？就在这里面。这个三个东西，三个东西不能乱排，它是这样子排列的。这个后面就是至圣所，所以这边是金灯台、金香炉，这边是陈设座啊。这个一二三，这个第一个就是金灯台，第二个是香炉，第三个陈设座。好，所以整个的东西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外院就是两个铜祭坛跟洗濯盆，
圣手里面三个，至圣手里面一个。来，我现在让你们复习一下好了。外院有什么东西？外院有几个盆，还有一个铜祭坛。那内院有什么？两个圣所、至圣所。那至圣所有什么东西？约柜、圣所、金灯台、陈设桌、香烛、就是这个。所以这个真密起来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他不止这都会做这个，他那些祭司啊，还有他的服装也不能乱穿的，所以他们祭司的圣服，他们有他们的外袍啊、内袍啊、冠冕啊，这些也不能乱做，要做成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是大祭司穿的。好，所以整个的那个会幕跟祭司的服装加起来，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东西哈。好，那耶和华跟摩西讲这一大堆以后，就拿两个石板给他下去嘛。好，他就下去，他接过来以后就带下去，就一到下面呢，因为他离开了四十天，哦，他们以为百姓以为摩西不晓得怎么了哈，所以他们在底下呢就叫亚伦给他们做一个牛犊，哦，这个做一个金牛犊，哦，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亚伦乱掰了哈，他说他叫他们把金牛拿下来，一丢进去牛就跳出来哈，其实他们做出来的哈。好，那这个摩西很生气啊，这是因为他们在其实他们在埃及也是拜这个金牛犊，所以他们印象就是这个啊。好，摩西很生气，就把那两片呢摔下去了，然后呢又把这个金牛犊呢把它打碎，然后磨成粉叫他们喝下去。那上帝就很不高兴说：“好，我不跟你们去了啦。”摩西呢就求情，摩西呢求情，上帝最后说：“好了，我再跟你去，但是你再上来山上啊，再上来上那两块石头，我再跟你那个写字上去好了哈。”好。那摩西就上去，下来的时候听说点花光啊，那我上次讲过了啊，这个光它的原文是角，所以你去看那个米开朗基罗他的摩西像，最出名的摩西像，这个他的头让你看到是这样子，好感啊。好，那接下去就是我们今天要回去要读的35章到40章，它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他就先跟他讲安息日条例，然后叫他们献礼物，开始36章一直到39章，就是把我们前面的25章开始的，上帝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做，他们现在从这边36章到39章，就他们就怎么做，就等于重复了啊这一段。那弄好以后就立起会幕，出埃及就结束了啊。好，我们看35章。摩西在跟他们讲，你们安息日定好了，一定要遵守安息日哦。第二，你们要献礼物，哦，然后他们呢就开始献。你们只要呢乐意的话呢，什么都可以献，金银啊，什么什么这个爽啊，献啊，什么公羊皮，什么皮啊，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献，珠宝什么都可以献。好，他们就开始玩乐意的了哈。马上呢，会众一直献到怎么样呢？百姓那个拿到多到不得了，哦，富富有余，甚至摩西传令怎么样？你们不要再拿来了啦，哦，没有像现在我们这边一直叫人家奉献啊，他说奉献叫你不要拿来啦，哦，所以这样百姓才拦下来的，啊，好，那拿来的多少东西呢？就这么多。金子800多公斤，银子2000多公斤，铜2000多公斤，然后呢，是东西通通有了，对不对？上帝叫他来，你敢能给塞夫丢来，就是这两个，比撒列跟亚和利亚这两个，把这两个塞夫带来，然后照大家全部一起下去开始做，哦，就开始36章到39章就开始做，就是把那一段二十五章。
讲的又重做一次，做什么？做这些，哦，那这个这一段做完以后呢，圣经这么讲哦，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，耶和华怎样吩咐，他们就怎样做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一句，所以到时就做，摩西验收，验收好了以后就给他们祝福啊。好，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哈，从35章第一节到40章的38节啊，其实就是摩西跟他们这些百姓开始做25章到31章所吩咐的。所以你看里面它怎么样，一个是未来式，一个是过去式啊，就好一节给你们看。26章第一节说你要用什么什么什么做帐幕，第36章他们就用什么什么做帐幕，所以两段是一样的哈，你们回去看。所以今天回去可能比较轻松一点的哈。好，第40章照那个就跟他讲说，你们正月初一，他们是正月15出埃及的，出埃及以后一直到西乃山一直停停，给他说正月初一，所以不到一年哦，哦不到1月15出去的。他说你的初一，正月初一，就是你把会幕立起来就做好了哈，你快要一年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43节就立起来以后，云彩就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在那边，神的会幕就弄好了啊。然后呢，以后每次云彩升上去，他们百姓就收拾好，开始准备要走路。云彩降下来，他们就那个把那个帐幕就弄起来，就开始就他们休息啊。每逢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云彩都不收去，他们就不走路哦。那走的时候怎么样呢？白天怎么走？这个是白天他们有云，这混挑啊。晚上呢，灰挑。这是云彩，就是这样子，白天晚上有云彩就那个跟他们在一起，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节啊，所以他们就他们把会幕立好了，但是还没要走，开始下去立位记，就还是继续在规定他们怎么做啊。好，所以这是今天回去读到这个地方啊。好，来进去。来，经句背诵第一句。来，虔信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好，来回5章8节，来别看看。哎，虔信的人有福了，我看什么？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好，这题送你们的啊，这不用再背了。来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。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。路加福音3章5到6节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大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。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。路加福音3章5到6节，来别看看。一切可以看一下左方没关系，高高低低的道路都要平坦，凡有都要见神的救恩。路加福音3章5到6节，来再念看哈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要看神的救恩。路加福音3章5到6节。玛利亚说：“我信尊主为大。”我应以神为拯救主为乐。路加福音
B， 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为乐。”为乐，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七节。来，别看看，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救为乐。”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四十七。玛利亚说：“我信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四十七，这个今天的金句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这个我们小时候。路上常常教会都有写这个啊，现在所以我们以前就背好了，你们现在没有这一句可以在路上背。来，你看看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求你。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诗篇十篇十二节，求你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，第一次啊，求你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，诗篇九篇十二节。好，请起立，我们唱祝福诗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各位请坐，散会，默祷。